好，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城市道路路幅的类型。首先呢，我们在城市道路设计规范里面，咱们将道路路幅的类型主要给它分为四种类型：第一就是单幅路，第二双幅路，第三三幅路，第四个四幅路。那我们在做案例题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我承接了某主干道路几幅路的。 这样的一个工程，所以呢，我们需要把这几个几幅路的概念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好，那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道路横断面，因为我们介绍这里路幅构成的时候要用的横断面。横断面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很简单，就是我们找一个垂直剖切面，这个垂直剖面垂直谁呢？垂直于纵向方向。然后呢，我们给它做一条剖面，然后垂直切下去。 就有点像大家所熟知的，你要观察一下这个树干的年轮，你是怎么观察的？那么这个树干很长，所以可以认为是纵向。然后呢，垂直于它的纵向，当然就是横向方向了。所以其实你就是沿着横向方向给它用锯锯开，就可以看到年轮的情况了。所以呢，这里面就相当于在切树木、锯树木一样的概念。 啊，沿着这个长度方向垂直做一个剖切面切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所形成的一个横断面，咱们就叫做横剖面。那么我们把一条道路横切了以后，会看到哪些构造物呢？首先第一个，大家看到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中间有中央分隔带，两边呢是大家很熟悉到的车行道，这边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侧分带，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非机动车道。 然后再往两边就是我们的人行道，我们通过横断面将整个路幅构成非常清晰的可以表达出来。同时，咱们看到地面以下有哪些构造物呢？我们发现最最下面的是咱们的污水管。为什么把污水管放在最下面呢？标高最低呢？原因是啊，一旦它漏水了。 那么可能会对周围的水系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呢，我们把它放在最下面，这样它对雨水管、给水管的影响就降低到最低了。好，那么再往上面，你们看到就是我们的雨水管了，再往上面就是我们的给水管了。同学们知道，给水管是专门为人等等提供用水的，那当然这个水质要求就很高了，所以呢，它的标高是最高的。然后再往这边。 人行道下侧，你们看到还敷设了部分的电缆沟，敷设一些电力电缆线。当然，实际在我们的整个呃市政道路下侧，还有很多像燃气管道、热力管道以及你们所熟悉的一些通信管线都在下侧。所以呢，道路工程跟管道工程其实基本上是在一道题目里面考察的。 啊，所以这里你务必要知道，因为它们都是在道路下部进行敷设的。当然，有时候对于我们的供热管道也可能会在道路上部敷设，燃气管道也有可能会在道路上部敷设，但是呢，见到的不太多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所谓的单辅路的概念。单辅路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不设分隔带，车行道。 它出现的就是机非混行，啊，那你就知道哦。单幅路的意思就是，咱们这里面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共用同一个路面，啊，共用同一个板，啊，那这就叫做单幅路，所以俗称一块板。所以这里的一块两块，主要关注的对象就两个。 一个的话就是机动车，另外一个是非机动车道，看它两个车道到底是不是在同一块板上的。同一块板上，我们就叫做一块板，又叫做单幅路。好，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横断面图，这是考试用到的。考试用到这个单幅路的图呢，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实图。那么在这个图当中看到的非常清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共用一块板，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单幅路。 很多人说老师，这边不是还有一块板吗？请注意，这个叫人行道，人行道它不参与幅的划分，所以这个你不需要考虑啊，不需要考虑。好了，那这是关于我们所谓的单辅路概念。再来看一下双辅路，双辅路指的是什么？双辅路指的是在车行道中央设置一个中央分隔带，然后将对向行驶的车流给它分隔开来了。 哦，oh, 那你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因为它中间设置了中央分隔带，所以将一块整板分成了两块板，一块另外一块在这儿，对吧？所以你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双幅路的概念。很明显，双幅路依然是积分混行，依然是积分混行啊。好了，这是关于我们的双幅路。好，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咱们的横断面图，在这个横断面图当中，大家看到的很清楚，就是我们的。 中央分隔带，对吧？然后两边呢，就是我们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然后呢，出现了两幅的概念，两块板的概念，所以俗称两块板。那对于两侧的人行道，它不应该参与辅里啊，不应该参与辅里面。所以这里边只有两块板。那一般像这两块板在修建的时候，我们通常先修谁呀、啊？没错，通常咱们先把咱们这里的中央分隔带以及我们人行道。 这边的路缘石先要给它施工好，路缘石施工好之后，然后呢，你再各自修各自的绿化带等等，然后呢，我们再来修建这里的车行道的路面啊、呃，再行的车行道路面。好了，所以这里我们借这个图呢，也把它的施工程序给大家做了一个讲解。呃，有些老说，老师为什么呢？哎，原因就是因为你把这边的路缘石搞好了，你在施工这个路面的时候，是不是有支撑了？ 对吧？你把这两边的路缘石都搞好了，那我们铺这个路面的时候，是不是压实的时候就不至于往两边随意挤了，是吧？它整个在路缘石的支撑下更容易定型，对吧？更容易固定它的尺寸。好了，这样你就知道了。先施工我们的分隔带，然后施工咱们的人行道这些路缘石，然后最后再来施工我们的车行道的路面。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所谓的三幅路了。 双辅路，大家看到，此时呢，我们的机动车是在中间行驶的，我们的非机动车貌似通过咱们这里的侧分带，将其分成了三块板，一、二、三，此时机分出现了分隔，是吧？这样的话，我们的机动车可以不受咱们非机动车的干扰，因此呢，我们对于三辅路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出现了机分分离的现象。 好，那当然，它所解决的问题就是它解决的交通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它所占地宽度就有所增加了。好，那这个图就是我们三辅路的横断面图，大家依次类推可以看到，考试的时候很有可能把这地方问你 A 是什么，你要知道它是我们的边分带，对吧？然后我们这里的 B 是什么？它是我们的非机动车道，然后我们的 C 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车型机动车道，对吧？机动车道。好，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四辅路。 四幅路其实就是把双幅路和三幅路所有的中央分隔带和侧分带都设置了。你看，这里中央分隔带将我们的机动车道分隔成了两个板，然后呢，我们这里又设置了侧分带，侧分带又将我们的机动车道和这里的非机动车道又划分成了三四块板，所以这里就是我们的四块板，又叫做四幅路。很明显，四幅路占地面积增大，需要的成本增加。 但是它、啊、优点也有啊，优点就是它的车辆对向车流出现了分隔，行车更快速、更安全。然后同向行驶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也出现了分隔，很明显，g v 出现了分离行驶，那么解决的交通量是非常大的，车速也可以有所提高，行人也更加安全一些。好，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四幅路。 好了，很明显四幅的横断面，大家也可以看得懂了啊。那这样的话，咱们的单幅、双幅、三幅、四幅就介绍完了。这里面把握住一点就可以了。总结一下，我们所谓这里的“幅”的概念，一定是建立在两类：一类是机动车，一类是非机动车啊，建立这两类车道上面的。它跟人行车道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这里面参与“幅”只有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 好，第二个就是要注意到咱们施工的程序啊，咱们这里面一般是先修分隔带啊，然后和人行道可以同时把咱们的路缘石做好，然后再来修我们的车行道。好了，这个内容讲到这里，希望大家这些图纸能够看懂。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第三个概念，叫道路红线。那么，道路红线指的是规划道路路幅的边界线，也就是说，道路横断面当中。 各种用地总宽度的边界线就是道路红线。说白了吧，就是如果人家告诉你这是道路的红线，两条线，第一条线，第二条线，对吧？那么中间只给谁用啊？没错，只给这个道路用。那么中间这个范围就是道路用地范围。 啊，在道路用地范围里面，你是不能随意盖房子的，对吧？你盖房子了，人家就是认为你这是违规盖房，对吧？到后期要给你拆迁掉的，是不是？那么同样，你把道路拓宽到人家的用地范围以外也是不行的。好了，所以一般在道路红线里面呢，我们说通常设置有车行道、人行道、绿化带、隔离带以及刚才讲过的各种附属设施。 所有跟道路相关的这些结构和构造都应该在红线以内。好，那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个图，这个道路呢，它的红线宽度是四十米啊。你们在这个四十米的横断面里面看到，中间设置了中央分隔带，对吧？它的中央分隔带的宽度设置的是三米，然后两边呢，它大概设置了二十五公分，也就是零点二五米的路缘带。然后再往两边呢，你们看到它设置了三条。 车行道宽度呢？一条车行道宽度是三米五，那么双向行驶，它设置了六条车行道。然后在车行道的外边，大家看到它还设置了一个什么？还设置了我们所谓的边分带，又叫做侧分带。那么这个外侧分带呢，同样它也设置了我们的路缘带，二十五公分。那么在这边又设置了我们的非机动车道，是吧？啊，它的宽度降低了，宽度是两米五。 然后再往这边就是我们的人行道了。好了，那说明咱们通过前面的整个呃道路的定义以及道路路幅的构成，其实是为道路红线横断面识图打基础的，是吧？你就清楚了。那么在这里面呢，大家还会看到一些坡度线，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坡度线的概念。这个坡度线我们一般叫做路拱横坡度。 啊，路拱横坡度啊，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天要降雨，好了，雨水降落下来，你不能拘积在咱们的表面，因为一旦把这个雨水拘积了，你想车辆行驶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打滑，不安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方设法要把这个水排除出去，怎么办呢？我们一般给它做成中间高，两边低，然后这个时候在最低处的这个位置，我们就会给它设置一些进水壁和雨水井。 就是前面讲过的，对吧？这个将水呢再排除出去，所以呢，像这个横向坡度，我们就叫做路拱横坡。一般路拱横坡大致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啊，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好了，那这里呢，我把这个横坡的概念给大家通过图来展示一下。其实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坡度，中间高，中间的标高，假如 A 点的标高在这儿，那么两边 B 点的标高应该是比它低的。 那么这个时候很明显呢，我们说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向两个方向的双向的路拱横坡，方便排水啊。那么这个坡度，假如说 i 等于百分之一，怎么定义呢？一般就用这个高点 A 到高点 B 的垂直高差 h，然后比上高点到低点之间的水平投影距离，也就是我们的百分之一应该等于 h 比上 l，h 比上 l。 好了，这样的话，这个概念大家就建立起来了啊。好了，这就是坡度的概念，在后期我们在管道部分也会利用这个坡度。那么这个坡度呢，在你们历史上考过多次案例啊，考什么？考计算啊。好了，那这个概念就解，讲到这里。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第四个主路和辅路。那么这里面所谓的主路和辅路的概念是什么呢？主路它主要指的是快速路或者是主干路当中。 与辅路进行分隔，供机动车快速通过的道路，咱们就叫做主路。说白了，这是一个四辅路的横断面。同学们通过这个定义判断一下，哪些是主路呀？没错呀，这就是我们的主路，因为它是专门供谁的？供机动车快速通行的道路。所以很明显，咱们这里面的啊、呃、这边这两边的车行道都是供机动车行驶的，那我们就叫做主路。 一般主路主要是针对于快速和主干路来设置的，那辅路在哪里呢？辅路在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辅路的定义。辅路指的是它设置于主路两侧或者是一侧，单向或双向行驶交通，可间断或连续设置的道路。咱们就要做辅路，比如说在这个位置，我们所设置的非机动车道，那么这个位置就可以认为是我们的辅路啊，可以认为是辅路。 一般主路和辅路通过咱们的侧分带来进行分隔。好，那么这个在做案例题的时候，同学们经常遇到，大家要知道啊。那在施工的时候，我们一般先施工谁？没错，先主后怎么样？后辅。好了，这个概念要建立起来。好，接下来看一下第五个城市道路的结构形式。在前面，咱们主要是从功能啊，还有构造啊等各方面去理解道路的。 那今天我们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咱们从结构上去理解道路。什么叫结构？比如说，林老师之所以能够站在这里，是因为我有骨架，骨架支撑着我在这里可以站立，所以骨架一定是我的结构，没错。对于道路工程来说，它也有结构，负责整个道路的承载能力，能够承载车辆、人等的各种荷载。那么这个结构有哪些呢？自下而上。 依次包括，最下面就是我们的路基工程，最最上面就是我们的路面工程。一般你们在城市道路里面，将我们的道路结构、路基和路面构成，我们一般叫分布工程。如果更加细化的来说，就是把这个道路从下往上给它分成了几个部分啊。 像林老师从下往上分成脚、腿、身体、头部，对吧？所以分布工程就是按照部位来分的。那么因此呢，我们最下面一个分布工程就是路基，再往上面就是由我们的垫层，再往上面就是基层，再往上面就是我们的面层。那么垫基面统称之为路面。此时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困惑，怎么办呢？咱通过视图来看。 首先，在这个图当中，大家看到，当我们的车辆行驶在道路路面上面，那么这个车辆荷载从上往下是如何传递的呢？好了，那我们发现，这个车辆往下传递荷载的时候，一定是从上往下逐渐怎么样减小的态势。那这个我们就叫做荷载传递的扩散效果。啊、呃，扩散往下越来越小了。那为什么说是从上往下越来越小了呢？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天穿了一个很细很细的这么一个高跟鞋，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这个根传递下来的我的自重，那如果说直接踩在你的脚上面去了，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特别疼。但是如果说把脚下面再来放一个手，此时你感觉一下，你的手或者是别人的手受到的力是不是会小一些呢？ 当然，所以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从上往下传递荷载的时候，由于这个脚先承担了这个荷载，那当然它受的力是最大的。然后呢，因为你这个脚帮你承担了一荷载，那再往下面传递给手的时候，传递给其他呃材料的时候，它受的力就越来越小了。所以呢，我们的力的传递一定是呈扩散效果。好，那么针对这个扩散效果，大家知道，为了经济性，为了解约成本。 我们一般把咱们下面的呃路面路基进行了分层啊，我们不是说随便给它分的，我们也可以用很好的材料，但是用很好的材料，很明显下面受到力小了就浪费了，所以这里是为了经济性，为了解决成本，我们才给它分层。那分层怎么分呢？上面就是我们的面层了。面层呢，对于咱们的沥青路面一般会给它分很多层，可以有双层式的，也可以有。 三层式的都行，我这里给大家画的是三层式的，它分成表面层、中面层和下面层，然后再往下面就是我们的基层了，啊，就是我们的基层了。那么这个基层呢，在实际工程当中，我们看到基层的厚度是不是比这个面层的厚度要厚很多呀？是吧？没错，实际上对于沥青路面来说，它的面层厚度大概也就是十公分左右，但是对于咱们这里的基层厚度大概有三四十公分。 啊，甚至是四十多公分，所以基层它之所以叫做基层，就是因为它是面层的基础层啊，面层的基础就是咱们所谓的基层了啊。因此呢，我们的这个基础就是专门承受荷载的，专门把这个荷载扩散到下面的层次。所以呢，基层它又叫做承重层。 啊，它就叫做承重层，它很厚，承重层。好，那么再来看一下，再往下面，再往下面就是我们的土路基了啊，就是我们的路基了。那么路基它用的是松散土碾压而形成的，或者是松散的石头碾压而形成的，就是我们的路基。那为什么要叫路基呢？因为整个面层和基层统一叫做路面啊，整个路面它的基础就是路基，所以这里你结构就清楚了。 那你观察一下，从上往下是不是它用到的材料越来越松散，越来越不值钱，越来越差，强度越来越低？没错。所以呢，我们分层的目标主要是为了节约，主要是为了成本降低。好，那么在这个结构层次里面，我们清晰的意识到，由于车辆荷载的扩散性，咱们才给它分层。分层的时候，我们主要分成两大层，上面就是路面，下面就是路基啊。路基在最下面。 路面在最上面，这是第一个部分你要注意的。第二，对于路面部分，我们又分了很多层，有面层和基层。面层可以分两层，也可以分三层；基层也可以分两层，分成上基层（简称基层）和底基层。好了，这个结构就是这样的。好了，那我们认识完这个内容之后呢，最终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从上往下，荷载越来越小，所以材料越来越。 好了，那有了这个基础的概念，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深层次的了解一下各个部分。比如说，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路基。什么叫路基呢？我们从两个维度来了解它。首先，第一个，路基它到底是怎么做成的？从横断面来看，要么就是开挖形成的，要么就是填筑而形成的。比如说。 咱们通过这个图来看一下，我们发现原地面在这个位置，对吧？这是我们的原地面。好，那我们由于咱们所设计的这个路基高度，它要比我们下面的这个原地面要怎么样？要高，那咋办？那我们只能是从下往上一层一层怎么样填土，然后压实来形成我们这个路基了。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第一种呢就是填方而形成的，设计个标高高于原地面，咱们只能够填筑而形成这样的路堤。啊，路堤我们又叫做填方路基，啊，又叫做填方路基。好，那这个专业术语什么叫填方路基要建立起来？填方路基就等同于路堤。好，那么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路堤呢旁边。 还有边坡，为什么呀？如果你在原地面上直接这样直立的填土压实，那很明显在车辆荷载作用下，那么这个土很容易怎么样往两边倾覆坍塌？所以呢，一般为了维持这个路基的稳定，我们一般都给它在边部设置成这样的斜坡，这样的斜坡给它取一个名字就叫做边坡啊，这个斜坡就叫做边坡。 那么这个边坡的坡率，咱们一般用一比 m 来表达，很简单，就是坡顶到坡脚之间的垂直高度 h，然后除以谁啊？除以这个水平投影长度，那么它就等于我们的边坡坡率了。好了，那这个概念你回想一下，跟我们刚才讲过的路拱横坡坡度的概念其实一样的，都指的是垂直高差比上水平投影长度。好，那这里面。 比如说这里的坡度是一比一，那大家看一下我这边这个坡度到底是多少？很明显高度没有变，但是呢我们增加了我们这里的长度水平定长度 L 一，那很明显呢你这里分母变大了，分子不变，说明这个坡率怎么样？减小了。比如说这里假如说是1比2，啊，二分之一肯定是小于一的。 对吧？所以呢，坡力越缓，那么我们这个边坡就怎么样越安全。很明显，一比二的坡力更缓一些，比一比一更怎么样更安全一些。所以你要知道啊，坡率越缓，边坡越安全。好了，就是我们的路堤的概念。好，那么还有一种这个路基呢，就是我们的挖方路基。很明显，在这个地方原先可能是这样一个大山，这是我们的原地面儿，对吧？原地面在这儿。好。 那这个时候呢，由于我们的设计路基的标高在这个位置，很明显的原地面是高于咱们的设计标高，怎么办？挖，从上往下一层一层分层去挖，对不对？同样，为了咱们这里的边坡的安全，我们依然给它设置了什么边坡？好了，这就是我们的路堑啊，路堑。好，那也就是你们教材里面常说的挖方。 啊，常说的挖方。好，那很明显，挖方的概念很简单。如果你原地面标高是高于我们的设计地面的，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你就挖呗，对吧？啊，开挖而形成就叫做路堑。那么路堑同样这里有边坡，没错，有边坡。但是它跟我们前面讲的边坡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它这个边坡的土啊，它是天然的。 自然形成的，而对于刚才你们讲的路堤是人工怎么样填筑的啊、呃？所以呢，这里面这个天然土呢，它的土质如果不好的话，那这个边坡就容易怎么样塌了。所以它更注重我们边坡稳定的研究啊。比如说，一般我们在最顶上给它设置一些截水沟。 然后把这个山体的水怎么样拦截到这个沟里面？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坡脚这个位置，我们会给它设置什么？会给它挖一些这个边沟啊，然后把路面水排除到边沟里面，边坡水也排除到边沟里面，防止这个边坡呢经常被水浸泡、被水冲刷而导致它怎么样坍塌？当然，所有的边坡上面都会设置一些什么？ 边坡防护，对吧？边坡防护或者是边坡支挡结构物，到后期我们给大家讲的挡土墙，一般就设置在边坡上面。如果你是设置在边坡上面，稳定这个边坡边坡的啊，那我们说就是边坡的挡土墙了啊，专门是来挡土的。那如果设置在路堑上面的边坡，就叫路堑挡土墙。如果是设置在路堤边坡上，那我们这个挡墙就叫什么路堤啊、呃、挡墙。 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注意啊！路堑挡墙和路堤挡墙都是为了让这个边坡更加稳定。好，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还有一种呢，就是结合刚才两种的啊，既有挖又有填的，既有挖又有填的啊。那么像这种，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半很明显的是挖方，对吧？挖方原地面在这个位置，这一半是挖方，然后这边呢很明显是怎么样填起来的，对吧？所以这边又是什么填方？ 所以呢，这个叫半填半挖，又叫做半路堑啊，半填半挖。所以刚才我们是从道路路基横断面、横断面的三种形式，从这个维度给大家做了讲解啊。哪三种呢？回顾一下。 第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路堤，又叫做填方；第二种就是我们的路堑，又叫做挖方；第三种就是半填半挖。啊，这三种路基横断面。好，这是我们的路基的三种横断面。第一种维度认识清楚了，咱们再从第二种维度，什么呢？它是具有一定横断面形状的土质或者是石质的结构物。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路基不管是什么形式，它的材料只有两种，要么就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石头，要么就是咱们看到的颗粒粒径比较小的土。所以咱们说路基的注入材料就两种，一种是土，一种是石头。所以在后期你们的教材里面，关于我们的路基讲了两种，一种是土方路基，另另外一种是石方路基。好，那么最后它的路要点说了。 对于路基来说，它是道路的主体，又是谁的基础呀？是路面基础。所以最终它的位置你就搞清楚了，路基一定在下面，路面一定在上面。哈，好，这是咱们从三个维度介绍了路基工程，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就简单给大家做一个答疑解惑啊。在咱们教材里面经常提到土的概念，我们这个土呢，是不是咱们实际上遇到的一些啊、呃、有机土呀、呃杂填土啊等等，并不是的。 因为这些杂填土、有机土，它不能直接用作用在工程当中。我们一般讲的工程用途是这样的：按照它的颗粒粒径，颗粒粒径，我们来给它分成以下几类。第一类就是卵石，看到没有？颗粒粒径比较大，对不对？比较坚硬。然后呢，粒径再次降低，我们变成碎石，是吧？ 啊，碎石，然后接下来粒径再次降低，我们出现了谁呀、啊？沙。那么沙呢？又按照粒径又粗沙，然后还有谁啊？中沙。这里没有中沙的图片啊，还有谁？更细的细沙。那么这些我们认为它都是属于透水性比较强的这些土，颗粒粒径是比较大的土啊。所以一般我们将这一类的统称之为无粘性土。 啊、呃，没有什么粘性，而且有水，一旦往下渗，那这个水怎么样？就哗啦啦流下去了。所以它整个特点就是透水性还是蛮好的，啊、呃，透水性是比较强的。好，这是一类。好，那么在颗粒粒径继续减小，颗粒粒径继续减小，比这个细沙还小的是谁呢？大家看到这里面，你们看的就是我们的粉土，啊，粉土。然后呢？ 再比粉土颗粒粒径还小的是谁？粘土啊，粘土。那么粉土和粘土有啥区别啊？区别就在于啊，它的颗粒粒径越小，粘性就越大。你看这个土完全交结成为一个整体了，但这个土呢，貌似怎么样？颗粒虽然粒径小，但是还是颗粒比较分明的啊，所以呢，它的交结性要小一些。所以呢，这里注意一下啊，粉土的颗粒粒径是大于粘土的。 粉土呢，颗粒它的颗粒与颗粒之间其实粘接力是很差的，但是粘土呢是颗粒与颗粒之间粘结性是很好的。好，这样的话呢，我们从颗粒粒径大小这个维度给大家介绍了常用的土有哪些。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到咱们的基层了。啊、呃，刚才提到的是路基，接下来我们讲基层。基层想想看，在脑筋当中建立空间概念，它位于第几层呀？ 没错，它是位于上面路面工程的面层的下部，就是我们基层了。所以基层呢，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承受传递下来的荷载，所以它又叫做承重层。那么另外，它具有扩散荷载作用，因为你这个厚度做的越厚，那你传递下来荷载所消耗的能量就越多，越往下面传递到路基的荷载就怎么样？越小，所以它起到扩散荷载能力。它一般具体分成两个层次。 位于上面就是我们的基层，位于下面就是底基层。相对来说，基层要求的承载能力就高于咱们的底基层，所以它的材料要用的越好。好，再往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基层的材料有哪些。在我们的教材里面，基层的材料主要介绍两类，一类的话就是半刚性的基层，另外一类就是柔性的基层。那半刚性的基层有哪些呢？有水泥稳定土。 石灰稳定土和工业废渣稳定土，很多人不太理解这个稳定土的概念啊。我这里介绍一下，也就是说，针对咱们大家经常常见的土，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松散。你要给它一个荷载的话，它很容易怎么样，往两边挤出，导致它容易发生变形。所以呢，我们。 可不可以在土里面增加一些稳定剂？这个稳定剂呢，要么是水泥，要么是石灰，要么是工业废渣，那么也可以是它三者的混合料，都是可以的。那么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松散土里面加入这个水泥这种稳定剂啊，那么再往里面加点水。 然后把它三者给它拌合在一起啊，这三者拌合在一起，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再拉到施工现场，给它进行摊铺，给它进行碾压，再来洒水进行养护。那么慢慢的，这种材料就可以形成刚度很大的整体结构了。所以呢，我们认为，对于这些稳定土类的，又叫做无机结合料。 稳定基层，所以你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无机稳定结合料基层啊，它就是有两大类材料，一大类材料就是我们的稳定剂，比如说水泥啊、石灰啊、工业废渣；另外一类就是土，因为土太松散了，所以呢，我们要在土里面增加这些结合料，然后把这个材料呢跟水充分的拌合，然后再进行摊铺、碾压、养护、交结，形成一个整体。 对吧？那就是我们的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这样的话，你概念就建立起来了。好了，那当然，对于咱们的工业废渣，最常用的就是二灰，哪两灰呢？啊、呃，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石灰，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粉煤灰啊，粉煤灰。好，那接下来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很多人说老师，为什么它叫半刚性？原因啊，是因为。 这种无机结合料，如果说你没有洒水养护，给它时间慢慢让它形成强度，那么强度形成之前呢，它应该说是柔性的，呃，一踩一个坑儿，很容易发生变形。但是呢，等到它养护了很多天，比如说养护了七天以后，强度慢慢形成了，最终达到设计强度了，就又变成刚性了，不容易发生变形了。所以是前柔后刚这样一个呃变化机理，那我们就叫做半刚性基层。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啊，这种材料啊，最终它所形成的这个刚度其实是不及混凝土的。混凝土你们见过，硬邦邦的，对吧？它叫做刚性材料。但是呢，我们这里呢，因为它不及混凝土，所以叫做半刚性基层，有两层含义啊。好，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柔性基层。柔性基层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基配碎石和极配类石。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概念，什么叫做配？ 啊，很多人看书看了半天，不太理解什么叫级配。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叫级配。级配就是把这里面的碎石等材料按照粒径给它分组。啊，我们把粒径给它进行分组。你比如说，第一种分组，大家看到没有？颗粒粒径貌似挺均匀的，对不对？ 给你的感觉就是颗粒粒径很粗，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粗的粒径的这个碎石的孔隙里面，再给它注入一些颗粒粒径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呢，啊、呃，又比这个粗粒的要小的这些颗粒，这个时候注入进去之后，那这个土呢就更容易压实了。 然后呢，我们再在这个中颗粒的孔隙里面，再给它震入一些细颗粒的这些粒足的土，那这个土是不是更容易被压实了？所以呢，这就、个、叫做级配。也就是说，如果只有粗的，或者是只有粗的和中的，或者是既有粗又有中又有细的，你发现这三种组合哪种组合在荷载作用下不容易产生沉降？很明显，第三种。 对吧？所以我们认为级配好，级配好就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既有粗又中又细，让细级颗粒充满粗的孔隙里面，对吧？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填满了，就很容易压实了，就不容易产生沉降了。所以呢，对于基层来说，我们说常常用级配好的碎石或者是级配好的砾石来作为我们的这个基层材料，相对来说整体性要好一些。 比如说，你们这里面所看到就是我们的，呃，这个经常常用到的级配碎石底基层压实以后的效果，它的整体性相对来说还是有所提高的。好了，呃，当然这类材料呢，在荷载作用下也会有一定的变形，只是变形相对来说更小一些，所以它还是叫做柔性材料，容易产生变形就叫柔性啊，柔性基层。 好，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无机结合稳定基层。刚刚已经讲讲过了，它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在松散的土当中掺入一定量的水泥、石灰、工业废渣等无机结合料和水。首先先进行拌合，拌合好了之后，那么利用我们的车辆，然后把它运输过来，运输到现场之后，再利用你们这里面所看到的什么摊铺机，然后怎么样把它铺平。 看到没有，铺平了吧，对不对？铺平以后，再用压路机给它怎么样进行压实？然后压好了之后，我们再来给它进行洒水，然后养护。因为你们知道，比如说水泥这种材料，你要想让它强度形成，让它变硬，它是需要水的，是吧？所以洒水养护啊，达到强度了，我们整个施工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我们的无机结合料稳定基层，它是半干性基层。 好，那么这种材料呢，我们稍微给大家总结一下它的施工。通过概念看施工工艺，很简单。第一步怎么样拌？第二步怎么样运？第三步怎么样铺？第四步怎么样压？第五步怎么样养护？对吧？施工程序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说基本概念太重要了，你要了解它是什么，才能够知道它怎么去做。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在这个图当中，你看到这里我们用到的方法是洒水覆盖去养护，强度形成以后，我们利用钻机给它钻一个孔，取出来这个新样，大家看到是很坚固的，强度是很高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般认为呢，这种无机结合料在养护以后，强度形成了，它还是挺刚硬的啊，它是半刚性基层材料。好了，那关于这个内容就讲到这里了。 好，接下来呢，为了让大家对无机结合料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呢，我们这里给它通过分类来了解它。首先，第一个，按照结合料，我们可以分为三大类，哪三大类？水泥稳定、石灰稳定和石灰工业粉渣。如果说你按照土的颗粒粒径来分类的话，又有稳定粗粒土、稳定中粒土和稳定细粒土。很明显，按照颗粒粒径来说。 颗粒越大，粒径越大，强度一般越高，是吧？啊、呃，然后颗粒粒径越小，强度一般越低。所以呢，对于咱们的稳定系粒土，比如说石灰稳定系粒土、水水泥稳定系粒土、二灰稳定系粒土，那么它们呢，只用作底基层。 而对于这些稳定粗粒和中粒，则是万能型的，可以用作基层和底基层都是可以用的，没问题。所以这里面就是从一般的、普遍的生活经验来了解我们的工程知识。好了，那这个内容就讲到这里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内容，就是路面。对于路面，这里面需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对于路面来说，我们一般是分层次的，啊，一般分了多层。 它包括我们所谓的基层和面层，很多学生就有疑问了：老师，之前你在最开始的时候讲路面不分成了三大部分吗？最下面的是垫层，再往上面是基层，再往上面是面层吗？怎么这里面又只提供了两层呢？好了，首先告诉大家，我们的垫层是可设可不设的，可有可无，有它没它。 要看具体情况，而对于闭设的层次，就是我们这里的面层和基层了。所以这里面大家要知道，必须的结构层应该是基层和面层啊。对于咱们的垫层可有可无。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咱们的面层。面层呢，它主要直接承受车辆荷载作用。一般情况下，我们。 将其暴露在整个大气外面，所以呢，这个面层不光要承受车辆荷载，还要承受雨水、温度等的影响。所以，一般我们所见到的路面面层，咱们一般要求是不透水的，啊，因为一旦你这个面层透水了以后，水呢就继续会渗入到基层，基层很有可能也会渗入到咱们的土基。对土基来说，它最怕水了。 所以这里面一般要求它不透水，另外一个它的面层因为直接跟车辆在挨在一起，所以呢一定要有足够的磨耗性、抗滑性、平整性等要求，很明显比下面的基层要求要高一些。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常用到的面层有哪些，比如说咱们经常见到这种黑色路面，又叫做沥青路面，是吧？还比如说咱们常见到的白色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 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砌块路面，砌块路面呢，大家一般在哪里见到最比较多？没错，人行道上见到的比较多，主要遇到的就是这三类。那么像大家很熟悉的这种白色路面呢，现在用到的越来越少了。 是吧？因为它的行车是不太舒适的，因为你们看到水泥路面大多就分成了很多板块，对吧？它有很多接缝，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应该说对行车舒适感来说要求越来越高了。另外，这种水泥路面呢，它相对来说使用的少的第二原因是因为它维修起来成本是比较高的啊，工期是比较长的，所以我们说水泥路面现在用的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考试的主体依然是放在沥青路面上面。 好，那么再来看一下这种砌块路面，砌块路面相对来说，在一些广场啊、支路啊用到的是比较多的，还有我们的人行道。好了，那么对于砌块，在这个教材里面呢，几乎是属于了解内容。我们今后重点掌握沥青路面、次重点掌握水泥路面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咱们常考的水泥路面和沥青路面它的原材料给大家做一个对比，让大家对它的原材料有个清晰的认识。 首先，对于沥青混合料，它一般是由咱们的集料，包括什么呢？粗集料，比如说碎石；还包括什么呢？细集料，比如说砂；还有更细的矿粉组成的。那么，这个我们统称之为矿料。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矿料的特点是什么？很松散。 我们需要依靠咱们的粘结主材沥青，将其粘结成为一个整体。好了，所以沥青混合料主要包括矿料和沥青两类材料。好，那么当然，对于沥青混合料里面需要大家特别注意，就是沥青混合料里面有没有水呢？请注意，它是无水的。为什么？因为水呢将会减少沥青的粘结度啊，所以呢，我们说沥青混合料里面是无水的。 在你们一建里面曾经考察过一次多选题，主要考察的是沥青混合料的原材料构成，其中一个选项就有水，水可不能选择。好，那么当然有时候呢，我们为了改变沥青混合料的性能，我们还会给它增加一些感性材料，比如说咱们的聚合物呀，或者是木纤维素啊等等，都是可以的，改变它的这个抗高温能力，改变它的抗变形能力。好，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 这个图，在这个图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刚刚拌合好、摊铺好的这个沥青混合料，比较松散。然后等到运到我们的施工现场之后，咱们首先是需要经过咱们的摊铺筋进行铺平，然后再通过压路机进行碾压。当然，现在我们主要用到的沥青混合料呢，大多都是热拌的沥青混合料，也就是说，它在沥青厂里拌合的时候温度是很高的。 对吧？有几百度。那这个时候办和好了之后，到施工现场，那么我们说咱们是需要控制这个温度，因为温度一旦降低，那沥青的交结力就会下降，是吧？它自身就固结了。所以呢，我们说在整个施工当中，更加注重,重控制就是温度，啊、呃，就是温度。所以呢，我们在运的时候，咱们一般要覆盖；在铺的时候，一般要快；在压的时候，也要快。 然后等到压完以后，还需要注意一下温度不能过高，因为过高的话我们就不能开发交通了，对车轮就有损害了。所以呢，等到压完以后，一般等到它冷却，冷却到温度小于等于五十摄氏度的就可以开发交通了，就是我们的沥青混合料。所以通过这个概念的介绍呢，咱们把施工工艺也做了一个介绍啊。最一开始咱们先怎么样拌，对吧？啊，然后第二个怎么样？第二个去运。 运好之后，第三个怎么样去铺？第四个就是怎么样去压？第五个去怎么样去冷却？等到温度小于等于五十度之后，再开放交通。工艺流程也出来了。好，那么这个是碾压以后的这个沥青混凝土啊，相对来说还是很密实的，它一般情况下是不透水的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水泥混凝土。首先，你观察一下水泥混凝土跟沥青混凝土材料有区别吗？ 有第一个区别就在于，这里面把胶结材料由咱们的沥青换成了水泥啊，这是第一个区别。那第二个区别在于，它这里面增加了谁呀？水。为什么？因为水泥必须有水才能够起到胶结和硬化作用，对吧？所以这里面我们说必须有水，这是第二大区别。相同之处就是，它这里面都用了颗粒粒径由粗到细的级配比较好的集料。 OK，那当然，对于咱们的水泥混凝土呢，经常我们还会里面增加一些外加剂来改变它的性能。比如说，举个例子，冬天你来施工水泥混凝土路面，它的强度很难形成，怎么办？我们往里面增加一些速凝剂啊，让它的凝结速度怎么样更快？所以呢，对于外加剂来说，主要是改变它的一些功能的一些啊呃化学药剂。好了，这就是关于水泥混凝土。 注意跟咱们沥青混凝土的区别，当然它的材料构成不一样，施工当然也是不一样的。首先第一个，我们是需要有模具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模板，对吧？啊、呃，因为你想一下，比如说你要交一个矩形的混凝土板，那你得四周得搞模板，是不是？啊、呃，你有这个模板才能定型呀。所以第一个，咱们需要支模板。 模板支好之后，第二步干嘛呀？没错，第二步我们来浇混凝土。比如大家可以看到，混凝土拌合好了去浇筑，对吧？浇到这里了啊，这是浇筑完成了。浇好之后，第三步我们开始干嘛？第三步我们开始震导啊？为什么要震导呢？比如你们图中可以看到，就是利用我们的插入式振捣器再往里面震导震导的时候就是把。 水泥混凝土里面的空气给它排出来，让它更加密实，今后强度就会更加高。所以我们要震倒。好，那么震倒完成之后，接下来看一下第四步，我们要干嘛了？没错，我们一般要把上面震出来一些水泥浆给它抹掉，叫抹面。好，那么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啊、呃？抹面抹平了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样？我们第五步就是啊，洒、呃、水覆盖。 去养护，在它强度慢慢形成。好了，这整个工艺流程也出来了。好了，那关于我们的面层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那么基层、面层咱们都讲了，接下来我们就剩余一个垫层了，对不对？好，那么对于垫层来说，咱们说可设可不设。那什么时候设呢？一般它是属于一个调节土基功能的这么一个功能层。 比如说，如果说你下面的土基处于不好的状态，什么叫不好的状态？比如说你土基里面水太多了，这样的话它就会变得非常湿软。如果遇到你是北方地区的土基啊，它的温度很低啊，那这个时候容易发生冻胀。然后等到春天来了，它这个鼓起来的路基又怎么样？又融化了，因为冰融化了嘛，对不对？又沉降了，很容易导致翻浆。 所以，针对于这种路基土里面水又多，而且又容易产生冻胀的这一类路基，我们是需要给它在咱们的路基上面加设垫层的。请注意，林老师讲的一个词儿是：原本路基上面是只有谁啊？只有基层和面层的，对不对？啊、嗯，现在你想一下。 同样，路基在这儿，由于你路基里面的水多了，容易沉降，是吧？容易冻胀，我们怎么办？我们给它加设了一层，加设了一层叫什么叫垫层？说明它的面层变厚了还是变薄了呀？没错，当然是变厚了，是吧？当然是变厚了。所以大家知道，只要你由薄变厚。 OK，你上面在行驶车辆荷载的时候，你们这个车辆往下传递下来的荷载，你想一下啊，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小了？没错。所以第一个，咱们说，因为你这里是啊、呃、增加了一个垫层，让它厚度变厚了，所以呢，传递给土基里面的荷载就越来越小了，起到一个扩散荷载作用。好，另外一个，冬天我们是不是要穿羽绒服、穿棉袄，穿的越厚越暖和？ 越能够抵抗寒冷，对吧？没错，所以呢，在冰冻地区，那么我们也是通过加设垫层，这样的话，在大气当中，你看越靠近大气层是不是越冷啊？没错，越往下面陆基土里、地球内部走，是不是温度越高呀？ 没错，所以你加设了这个垫层以后，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路基土穿了一层衣服，让它的温度怎么样变得越来越高，就不容易发生冻胀了。所以它第二个作用作用就是起到防冻胀、防翻浆的这样的隔温作用啊，这是它第二个作用啊。那么第三个作用就是它可以起到这些隔水、排水作用。这个可能有些同学不太理解，我们这里讲解一下。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假如说，这是我们的下面的路基啊，路基。如果这个路基里面有地下水啊，这是一层地下水。地下水用什么符号表达呀？就用这样一个三角符号加三条线来表达地下水。那么有地下水怎么办呢？不巧的是，我们又遇到了坟土。 前面讲过，粉土颗粒粒径特别特别细，对不对？好了，很细很细很细，而且颗粒颗粒之间还没有粘结力。那这个时候就相对来说，颗粒与颗粒之间会形成这些毛细管，啊，很细很细的小通道，是连通的通道。那这个时候就有点像咱们在一个杯子里面放入了吸管，你知道什么后果？没错，你还没有吸。 发现，在外面大气压作用下，就把水压到吸管里面了。吸管里面的高度要比外面的水要高一些，没错。那这就是我们的毛细水现象，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这里有粉土，所以你有连通的很细的毛细管所以你的水就在我们大气压作用下，把这个水压入到了什么毛细管里面，让这个水自下而上去上升。 同学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地下水都像毛细水这样自下而上去上升，你是不是发现我们的基层就有可能受到水的影响呀？ 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基层和咱们的路基之间设置这一层垫层，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什么呀？比如说你搞一层碎石层，大家可以看到碎石与碎石间的空隙是不是很大很大？水根本就没有办法上升，遇到呃这个碎石，这个水就怎么样？往下走了，是吧？所以呢，它就起到了一个隔水的作用啊、呃，排水作用啊，起到一个排水作用，水没有办法往上走，只能往下排啊，起到排水作用。所以你就理解了。 所以呢，我们这里面特别注意啊，咱们针对于这个垫层，主要起到隔水、排水的作用，起到隔温以及传递、扩散的作用。 好了，这个内容曾经在我们的二建里面还出现过案例，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垫层它只是一个调节咱们路基土温度和湿度的这么一个功能层，它并不一定要设置，要看你路基的情况。如果你的路基干脆是干燥的，要不要设呢？当然不用设了。好了，那这样的话，咱们对垫层就了解清楚了。好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对整个道路的结构啊，最下面的路基。 再往上面的垫层，再往上面的基层，再往上面的面层，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了。好，那这样的话，咱们的第五个内容就给大家介绍这里了。